我叫张成凯，又是个不论观点。一个人长大了，该负责的怎么变这么多？要扛起一个家，工作赚钱，真的好想逃避。你有秘密，结果你还是碰了。你为什么要瞒我？你不是说不会上瘾吗？对，我以前不会，我现在也不会。海哥早。好，再让我想一想。再一点点就好，只要有他，我的精神，我的气化，全都迎刃而解。老公，我先带小宝回娘家了。我能理解你的压力，你的辛苦，但是孩子不能在这样子的阴影下成长。我们也借这次的机会，好好冷静一下吧。谁啊？陈凯，是妈妈啦。等我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在干嘛？来了。妈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开门呢？妈妈吃了吗？先出去再说了。你黑眼圈怎么那么深啊？都没睡好啊？妈妈知道啊，你跟婉玲吵架了，这小两口斗斗嘴嘛，船头吵船尾和，但还是要吃啊。妈妈今天啊，准备了你最喜欢的炖鸡汤。你刚下班啊，先去休息。妈妈弄好了，再去叫你哦。
这个鸡汤啊，才一年多没做，差一点就忘了。陈凯啊，你是不是上班太累了？啊？哎，你怎么在发抖啊？哎呦，你还在冒汗？你是因为上班太操了？没事啊，只是有点不舒服。好好好，还是我去把鸡汤拿进来，多少喝一点。嗯，还有啊，如果你真的觉得冷的话，棉被一定要盖好，不然脱下去的话，重感冒就麻烦了。我去拿鸡汤哈。对吗？哎，我看看。耶，写得很好哎，陈凯好棒哦！以后要继续让妈妈骄傲哦。嗯，棒。变天了，读书不要读太晚，把鸡汤喝了，几个热水澡，早点休息。小宝，不噜噜噜噜噜，阿飞，不噜噜噜噜噜噜，小宝最爱爸爸，对不对？啊？什么？他最爱妈妈，好不好？爸爸就像大树，我们一起在大树的保护之下长大，妈妈会陪你哦，你还有爸爸聪明的头脑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然后跟妈妈一样，你看，那人家肥嘟嘟的。你说什么？不准趁机说我。没有。小宝，爸爸，班上的同学都在玩四驱车，你也陪我玩好不好？嗯，我知道，7500的账单我已经收到了。哦，好，你不要再讲了，账单赶快寄来就对了。老公，你回到家是不会帮忙处理一些事情吗？爸爸，你们现在不要烦我好不好？什么时候会回家？我们只是暂时回奶奶家，等到可以回去的时候，我会跟你说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我们是不是没有要回去了？妈妈，你是不是没有跟爸爸说我们要回去看奶奶？你们吵架了吗？
伦伦说爸爸妈妈吵架，妈妈都会离家出走。妈妈，我们是离家出走吗？小宝，妈妈跟你说，爸爸工作赚钱很辛苦，他要养我们，要让我们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啊。爸爸妈妈没有吵架，你还记得吗？他是一棵大树，而我们就只是出来吸收阳光跟空气，回去给他加加油打打气啊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妈妈要加油。对不起，婉玲，小宝，我对不起你们。陈凯，张陈凯，张陈凯，哦，我叫你好久了耶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妈妈带你去看医生。怎么睡那么熟啊？妈妈后再去把鸡汤热一热，快点起来。对呀，好不好？妈，我来帮你。好啊。妈，哎呦，妞就只会吃，看你们好吃不？我叫张陈凯，我决定改变自己，远离毒品。好好吃，爸爸也要。因为我有一个温暖的家，爱我的老婆，还有孩子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或是工作再怎么累，都不能再逃避。我选择走出户外，多运动，迎向阳光，拒绝黑暗，拒绝对药物成瘾。或许你曾经像我一样走错路，做错事，但是爱的力量能让生命找到出口。